静与中国男星秦昊在婚后去年底被爆出感情生变，两人也减少了公开互动，引发网友们的揣测。日前，伊能静发出长文透露，丈夫先前为戏增重，最近则努力瘦了10公斤。秦昊在该剧开拍前狂吃增重，婆婆曾叮嘱他要节制饮食，不然上镜看起来不精神。秦昊则认为该角色就是要看起来不精神。不过到了增重的后期，秦昊变得很痛苦，也很压力，让伊能静心疼，表示减重难，增重对身体也很负担。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人物的塑造，也获得了观众们的高分评价，没有白白受苦。伊能静大赞秦昊勇于挑战，完美诠释每个角色，不求让观众记得自己，只希望观众能记得角色，展现了专业演员的态度。至于外界关注的双方互动，伊能静则坦言更希望丈夫保持演员的神秘感，自己仅在适当的时刻发文，强调秦昊从10年前到现在仍是他最喜欢的男演员，并且永远都会是，深情告白十分浪漫。